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斯，欢迎收看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半熟面包的馅料，半熟面包气炸锅八分钟好了。那我们今天做馅料，那我们准备大蒜几颗，切碎，加橄榄油，加奶油，气炸锅。下去给它融两分钟，这跟我们刚刚制作的半熟面包的大蒜馅料，橄榄油、大蒜、奶油、盐巴，